小人暧昧的重聚，你我深知的感情倾泻，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得到回应。翠花激动的手足无措，完全不像是两个孩子的妈。激动的心，他们开始了解彼此的生活，一点一滴的感情流露，悄悄让彼此越发越觉得对方的迷人。惬意的午后时光，你我深知的爱心魔力，让翠花预感到自己真的陷进去了。自此，两个本看似永远不会相见的女人，却这般暧昧的坐到一起，共同面对生活的乐趣。精明的环境，迷人的剧情让翠花的心头满是惬意跟温暖，旁边的他悄悄地帮忙分析翠花无法理解的句子，不遮掩不逃避。这个温柔的环境里，他们彻底拥有了彼此。岁月历经磨难，似有着很多尴尬的瞬间，可每当看到眼前的他，翠花便仿佛遗忘了一切痛苦，嘴角的微笑不经意上扬，就连早晨都变得无比魅力十足，只因为身边从此多了一个无需多言、彼此自知的性感女孩。翠花仿佛忘记了自己是母亲的角色，跟着他，跟着迷人的他享受生活，无比快活。那是自离婚过后，翠花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真正的活着，仿佛一切都在正轨上行走之时，她悄悄准备了一个礼物，想要在今晚表达自己的内心。可天不逢人愿，一个男人的出现意外打破了翠花的美梦。他曾经跟翠花有过一次的风花雪月，而他的话让他的心忽然变得脆弱，急忙逃离的翠花慌不择路。忽然之间，心有所属的翠花再次掉进了深渊，一次的翻看手机的讯息，却等来的全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。忽然的沉寂，翠花刹那间明白了些什么。那天她再次鼓起勇气，把孩子暂时交给母亲，勇敢地追寻自己的爱情，可爱情的船却那般悄悄远离。手足无措的翠花随意地坐在石凳上，不知该怎样面对人生。可命运这次仿佛给了她一个机会，一个发现那个最珍贵礼物的机会。感恩之深的告白，一个字一个字刺穿了翠花饱经风霜的心。原来他未走，原来他一直在等待。还好翠花在，还好翠花没打算放弃。一切最终都变成了无比美丽的模样。爱真的好美。